这边啊是一个这个现代化的养猪场啊，现在是我说猪都住楼房啊，你看都是一层一层的这样的建筑啊，现在这个养猪也都是集约化的一个养猪啊，不是像以前想象的就散养啊或者圈，当然现在也是圈养，但是都是这样的一个楼房式的形式啊，它应该是有电梯啊，可以这个来回上下啊。这个有对这个养殖行业了解的可能会知道这个地方在哪，如果不是说对养殖行业特别了解的可能不一定能知道这个地方哪里啊。后面的山啊，后面的山，所以在山里边啊，这个好像是一个森林，不是森林公园啊，森林公园肯定不能说建这些东西啊，应该是一个至少是在一个山里边，所以这个环境还是比较好的。你看这个整个的一个楼房的一个情况，你看这边我估计是他们用这个做一些那个废弃物排放的地方，你看非常巨大的这个管道啊，应该是从那个楼上一直下来啊，然后就是一些这个分散啊，然后特别大，特别大。这边你看就是一个山是吧，在山里边。这是整个楼的一个正在建设中啊，这个养猪场正在建设中。